Hey, this is Andrew, you're the Sassy Lucky. 节目就是汪一店的 Long Dark 漫漫长夜，这是一款生存类型的游戏。今天是圣诞节，宝宝们 ，Merry Merry Christmas！ 刚刚是日式英文，有没有标准嘞 ？Merry Christmas！ 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第28天的生存日志，画面好漂亮哦！这真的不是一天两天可以看得到的。刚刚还没开始拍之前，它是红红紫紫的，现在变成绿绿的，绿光环绕，好漂亮哦！真的，我真的觉得人生中应该要有一次去看到极光，对不对？是不是？就是大自，这是真的发生在大自然的事情，好不可思议哦！有这种经验吗？就是看到极光的经验？你不要跟我讲你在台湾看到极光，这一定是出国才看得到，台湾看不到。一定要看到这种东西才会觉得哇，大自然真的是很神奇哎。是不是好漂亮哦？你看右上角这个地方，我不知道就是过了圣诞节之后作者会不会把这个拿掉。总而言之，我们今天要继续我们第28天的生存日子。在昨天的时候我们开始在做狼皮大衣，我们现在有点疲倦，我们睡了一个小时还是两个小时而已吧，反正我们很早起，应该是说我们几乎是通宵了。我今天要继续做我的狼皮大衣，我们今天要完成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先完成我们的狼皮大衣。第二件事情，我们要去开 party，我们要去找我们的尸体好朋友，那个非常沧桑看着那一幅画的好朋友。我们先一口气先做四个小时，然后开始掉状态，不用担心，状态就让它掉吧。我们要不管我们的身体，就是要开 party 就对了。现在掉到 92%。那我们剩下 4.5 个小时，先来检查一下身上的东西。有爸爸跟阿神讲说，阿神。那个番茄酱不是番茄酱，能量棒，番茄酱是什么？能量棒那个东西 CP 值很高哎，就是为什么你不吃？为什么不拿能量棒？那是我没有看到，不过没关系啦，这边太多东西了，我想吃什么就有什么，所以whatever， 是不是？所以我们先来，我看一下哦，我们先来喝一点东西，然后吃一点东东，然后外面现在没有风的声音，所以我猜外面现在应该是起大雾。希望我们去，希望我们去他家的时候不会迷路。那我们先把这个猪肉罐头先把它吃完，剩下84卡路里，然后还有多少？还是有点饿，所以可以再拿一点东西。炼乳是一个很补的东西，对不对？对，炼乳很补。那这个先带着，吃一点花生酱好了，花生酱很重，把它吃一吃，它的卡路里感觉就很多，900卡路里，吃下去就饱了，而且还吃不完。这感觉就是你拿着花生酱一直挖着吃，一直挖着吃，吃了感觉好腻哦，对不对？有爸爸会这样一直吃花生酱，我是会买一大桶的冰淇淋，那种非常非常大桶，然后开始用汤匙在那挖。虽然现在冬天讲这个听起来很冷，可是夏天的时候这样子做真的是超级超级超级爽。真的是超级爽的。好，我们现在只有一条这个东西是降到零，不过没有关系，我们要完成我们的狼皮大衣。有爸爸跟阿神讲说，阿神，原本有一个狼皮大衣啊，就是放在原本那个家里，你忘记拿了。我有记得拿，是你没有看清楚。我记得我有在影片里面讲过说，就是那个狼皮是多出来，但是身上其实会特别重，所以我们要狼的话，在路上有几只要几只，对不对？应该是说要几只有几只，我怎么讲反了嘞？所以一口气剩下 4.5 个小时，这样子我离神装只剩下最后一个熊皮睡袋了，当然还有一个厚毛衣，我只差这两个了，厚毛衣跟熊皮睡袋，我就有所有的东西 ，everything， 只剩下这两个了。好啦，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狼皮大衣它是加7度跟5度，那这个高质量冬衣它是加4度跟10度，所以它多了3度跟1度，还不错哎。我们只花了一天半的时间就把我们的狼皮大衣做完了，而且我做狼皮大衣的时候，我的影片还是拍很长，总感觉我好用心哦。自己讲有没有啊？这个东西我不想就是丢在这里，因为其实狼皮大衣它是出远门的时候，好犹豫哦。好啦，我们把还是要取舍，就是还是要取舍，同样的东西就放在一个地方。那反正这是一个很大的地方，如果我们未来有幸再回来这个地方的话啊，这个是圣诞节礼物，我带给我的好朋友。对哈，怎么没有想到呢？我就把这个东西带给我的好朋友。那我今天要先去找我的好朋友，所以我要先把身上的东西收一收。虽然身上现在太疲倦了，剩下15公斤的负重量，可是我可以先放一些东西在里面。我看一下，我需要那么多促燃剂吗？我加一加好了，如果要引火，那不如我现在就引火，然后关一些咖啡，还有3个小时的阳光。好，我关一些咖啡。今天晚上我们就去找我们的和平友。那我身上还有木材，对不对？还有一些哦。如果没有木材的话，这边好像也可以拆一些木材。我可以把什么东西拆掉，然后变成大木材嘛？这个是
这边都是那种钢板啊，纸箱，纸箱会变成火种，可是它不会变成，它不会变成木柴，所以啊，那边有一个，就在这边。对，这个也拆了要45分钟，这样只剩下2小时哎、欸。拆掉啊，它可以有6个，我们把它拆一拆，然后还有3个小时的阳光。今天果然比较早起，比较早起就是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好，我现在没有办法跑了，所以我们先去引火，然后把我们的助燃剂丢下去。我只能丢助燃剂哦，那我们就随便丢一个比较低几率的这个，然后再加上这个，然后再加上助燃剂，练我的生火技术。我已经好久没点火了、欸，我是很久没开火了，刚火好大哦，这火是不是有变？加油加进去，然后我可能还要再拿几支火把出来，对不对？我们来煮一大杯咖啡，今天就是喝咖啡哦。接下来2个小时煮咖啡应该不会太久，对不对？对，不会太久，大概3分钟、2分钟就可以煮一杯，5分钟啦。可能要10分钟煮一杯咖啡。好，我们煮2杯，3杯好了，我们煮3杯咖啡。然后东西带一带，我们就可以离开了，把身上的一些东西更新。晚上出门去找我们的好朋友。那今天一下都快过了，看一下哦，身上一杯咖啡，先咕噜咕噜灌下去，这样子我们会比较有精神，有一点点精神，有吗？有，精神回来一点点了，那这样子状态暂时不会下降。然后有点口渴，所以我们可以喝点水，桌上还有点水，所以我们拿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离开这个地方。然后这个饼干也把它吃一吃，300卡路里，慢喝甲喝甲。还有吗？还有吗？这边还有一些食物，对不对？下面这个，我会需要带这个，带好的走。然后还是太重，零件我未来要拆的话，我身上有钢锯，所以这个东西我其实可以不用。布料，差不多是这样子了吼。对，差不多了。那我们拿几支火把出来，所以拿一支熄掉，然后换成这个，再拿一支熄掉，然后换成这个。我们来检查一下身上的火把哦。有一个22%的不需要，四支很够用了，超级够用。然后水这里有一罐，带一罐在身上。这样子我们已经有1公升，至少带2公升的水，然后我至少可以跑步了啦，还算可以，还可以跑步。然后我需要什么东西？睡袋我要带走，对不对？因为我们还没有做好熊皮睡袋，所以睡袋我要带走。这样我还可以跑欸，可是我们要带走熊皮也要带走，这个也要带走，这个还没晒干，我还可以再修裤子，对不对？所以我还在这个地方待上个几天，而且我还有个地方没去，所以。我不用那么急着走嘛，对不对？我在想什么嘞？我们把熊皮再放下，没有那么快要走。我还有一个地方没有去过，还记得我们在山上还有一个矿坑，还有一个那个很大的那个塔的地方，我们还没有去过，所以我们可以再过去那个地方。然后，所以我们可以把一些东西放下了，对不对？再灌一杯咖啡，超好喝的咖啡。然后我们准备好我们的礼物了，不知道他有没有礼物哎、欸，也许他有礼物要给我哈。那身上东西可以不用带那么多，我们还会在这个地方住个 maybe 1天2天左右吧。所以火把2支放在这里面，发焰筒我不知道，2支放在这里，一些工具盒，我想分开，上面就是我们要离开的时候要带走的东西。看一下哦，工具类的。这个剩下24，不过这个24应该用不完了。我们会在它用完之前，会把我们的熊皮睡袋给做好。那这个好了之后，钢锯也可以放在这里，裁缝包、开关器带着。先这样子好了。我想找到这把枪，不知道可不可以找到那把枪。身上35公斤好了，然后剩下1个小时就要天黑了，所以我们快点出门，然后去找我们的好朋友。虽然没有带太多吃的，可是带一点点吃的，就是放在他那个地方。马上出来就，他怎么了？呜、哦，有熊！他老熊看到我了吗？为什么那边会有熊啊？Merry Christmas！ 嗨，不要过来，火把好像还是有用啦。那只熊就在我家门口哎、欸。对，火把还是有用。那只熊在看我吗？这个信箱我还没开过。不要，我们倒退路哦。
其实我可以挥挥火把，对不对？我可以挥挥火把，就是让他不要。那只熊为什么一直往我家的往我家走啊？那不是我家，往那个加油站。哎，我到底撸到哪里去了？撸到这里。他有，就是没有在看我吗？没有，他还是疯狂看着我。我们是不是要把他甩开？我只要挥挥火把，有几率可以把他甩开。而且我现在要穿狼皮大衣，好像也不会吓着你。来，我试试看哦，挥火把。哎，有用哎！所以狼皮大衣加火把真的是有一点算是加成效果吗？应该算是加成效果哦。他干嘛？怎么又跑回来了？啊，因为那边有熊哦。我都挥火把了，你不要这样嘛！什么声音？啊，跑步的声音好近哦。他跑走了，好了，拜拜咯。你们从这个地方远远看过去，很像我们家里飘在空中哦，对不对？超级像。好了，熄掉了。先这样，然后我们又疲倦，我们刚刚不小心跑了一下步，没关系，咖啡煮出来就是要喝的哦，身上还有40杯，应该是说40杯还没有煮的咖啡，然后体力又变回来一点了，为什么我的状态还是在左下角那个地方啊？消失了，它需要一点时间。我知道我家里附近还有一些车子没有开啦，可是嘛，车子里面搞不好也不会有什么东西。如果我们过去那个地方真的太危险了。几乎过去一次就要耗掉一只就是小火柴，然后耗掉火柴之后就觉得好浪费哦，虽然火柴很多啦，可是又觉得好浪费哦的那种感觉。但是我们在离开之前一定要把那个地方给清理干净。 Yep， 我最近啊过得很忙，然后刚是强风吹上来吗？最近过得很忙哦，就是不管是工作啊还是影片啊，说我明天的计划好了。我明天要去拍酷酷兄弟，然后我已经好久没有睡觉了，我是说真的好久没有睡觉，我昨天才睡4个小时吧，在剪影片什么东西的，然后本来是礼拜四发 Bless Off， 可是我太累了，就是昨天只睡4个小时，忘记跟悟星说要剪影片剪到哪里，然后我就睡死4个小时之后就醒来了，因为要去开会没时间，然后开会就是在开一些录前会啊，弄一些东西啊，就弄得身心疲倦。而且我还没有拍那个就是 Don't Starve， 所以 Don't Starve 最近变成2天一集了，真的跟爸们讲一声不好意思，因为最近真的是太忙，我不得不把一些东西给分开，然后现在身上加34度，好暖，星星已经出来了，然后剩下不到1个小时的阳光，可是我真的觉得这个游戏里面就是现在晚上没有这么暗嘞。你们宝宝们觉得有像晚上吗？还是今天天气比较好，可见度比较高？我觉得走在路上都觉得很漂亮亮的，而且可以看到星空。宝宝们看看这星空好漂亮哦，果然是圣诞节，不知道可不可以看到圣诞老公公。有看到吗？你有看到圣诞老公公？他今天会下来吗？哦，没有看到圣诞老公公。好，我们沿着这条路一直走，照理来说就会走到他家。然后我们带了几杯饮料，还有交换礼物去给他。不知道他会不会有 surprise 给我。我们到了，这算是木材切割区，这个应该是我在想旁边。我们原本的就是神秘湖那个地方，我猜应该是就是算是一个伐木小镇，然后从那个地方他们用火车然后运输一些木头运输到各个城市，这里就是其中一个地方，这里应该算是柴割厂、柴切厂之类的地方吧，我在猜。然后之前一直有报跟阿星讲说，就是你看木材整合区就是这个地方，他们会在这个地方把木材整理起来。然后之前我报跟阿星讲说，阿星那个这个房子啊，它那个木板可不可以撬开？有 bug， 一直跟阿神讲说，阿神这木板可以撬开，只是你不撬开，没有办法，这边没有互动键可以撬开哦。这是一个封起来的房子，完完全全没有办法，没法度，台语叫做没法度，中文叫做没有办法，英文叫做 I can't do it， 所以是没有办法的哦。那这里是窗户，我们去他家，这栋房子。是2层楼，一直有爸爸跟他讲说，这栋房子看起来像1层楼，这是2层楼啦，它算是有一点楼中楼的 feel 吧。然后现在晚上好黑，看不到东西。我们点个油灯，这个油灯快没油了，但是
我们的那个家里还有点油，这没有东西了。哎，罐头，这个是我之前没看到的。哦，所以这个是 surprise 吗？之前来的时候都太暗了，对，我们这边都搜寻的差不多了，还真的有漏掉的东西。外面开始起风了，冰箱空的空的，这里也都是空的。我们都来过了，都来过了。水你们还有吗？没有，没有水。好，我们去楼上，我们去楼上找他。我们要过圣诞节。对对对对对。虽然我的油快没了，可是我们还是可以过圣诞节。来了，我来找你了。这个坏掉了吗？33还可以，还可以吃。先把它洗掉。看一下啊，我身上还有油灯吗？我身上只有一个油灯，对不对？对，我把油灯放在家里，还剩下0.13的油，没关系，我们可以用到它没有啊。这样子好了，点根火吧。我们今天困难一点，点火吧。放在这里。哎，不是洗掉，好浪费哦。再一次，哪个是丢掉啊？啊，我想起来了，这个是丢掉。嘿嘿，有了有了。好，漂亮漂亮，再来再来。这好像什么仪式哦，好像什么邪教仪式啊。OK OK， 好多了好多了，然后再来帮你摆一下，摆在这里，然后这边有很多链子，今天跟你一起过圣诞节，还有一些饮料放在这里，虽然不是很丰富，但是我觉得有些东西在这里感觉不错，对不对？哎，感觉美败哦。然后我还带了礼物给你哦，这个是送给你的，这件衣服是送给你的，然后我就放你旁边，让你会觉得就是如果冷的话，就是记得把它披在身上。我没有办法帮你穿上去，但是啊，不如这样好了，让你当坐垫。你现在的坐垫是这个旧旧的毛就是围巾，对不对？帮你换一个就是高质量的，这样你的屁屁会暖一点。有没有觉得暖多了？不够暖吗？这里还可以啊，洗掉了吗？哦、没有没有没有洗掉，这里没有办法放啊。这样子，你这样子，你的手才不会这么的冰，你就不会觉得自己冷冷的。好吧，今天是圣诞节哦，我虽然没有办法坐下，可是我可以蹲下陪你过圣诞节。Merry Christmas， 然后我们来庆祝一下，庆祝一下。哇，为什么这样子没有庆祝的感觉？应该把它拿过来。哇 ，Merry Christmas！ 好，我知道你很难过，可是不要这样子。现在一年只有一次，但是明年如果这个游戏有 update， 你还有在这里的话，我还会来找你，我一定会再来找你的。Merry Christmas， 宝宝们 ，Merry Christmas！ 我们来庆祝吧。要干杯吗？啊，我没有带一个饮料来，对不对？没关系，没关系，你可以喝炼乳。来咯，干杯咯。哎，放下，干杯。好了，来把它喝掉。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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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慢慢慢。啊，好喝。祝宝们圣诞节快乐！你们有什么愿望吗？圣诞节可以许愿吗？圣诞老公公就是会给你很好的礼物。有没有人要许愿 Long Dark 啊？这后面有东西，就是许愿 Long Dark， 就是这款游戏。现在 Long Dark 在 Steam 上面还蛮便宜的，好像有特价的样子。好啦，那这是你的妻子对不对？也帮他们放一点这个在这里好了。然后有Bob跟阿神讲说，阿神，你没有留开罐器给他，我现在来帮他打开好不好？我帮他把这个打开。这个已经是开的啊，还没开，我帮他打开，现在打开中，对，他还没有打开，打开之后取消，好，然后我们就把冷的开的，然后放在这个地方，这样子你就可以吃了，好啦，今天就这样子了 ，Merry Merry Christmas， 放在这里，完喽，睡觉了，看一下还有10个小时的黑暗。Good night, good night. 我们出去外面看一下有没有极光，看一下有没有极光在这里。如果等一下我们把这个油灯打开的时候，这个人不见了，会不会很恐怖？
超惊悚。咦，人呢？我们再去外面看一下，不知道有没有极光在外面。然后我们的小油灯又没有油了，家里还有一些。嗯，没有，还是一样没有极光。宝们知不知道这个游戏到底有没有极光啊？如果知道的话，可以在下方的评论告诉我，让我知道。搞不好这游戏真的有极光，可是遇到的几率真的很低。如果你们知道的话，告诉我好吗？然后我们是不是该回去家里附近，回去家里那个地方拿一个新的油灯啊？对不对？我们回去拿新的油灯好了。趁现在半夜在外面。哎，等一下，不妙，超级不妙哎！我身上没有火把，我把火把用完了。那边两只、三只，那边三只狼，我忘记留火把。昨天 camp party 太嗨了，一不小心就把火把用光了。我们回去我们的那是野兔岛吗？对，我们回去我们的野兔岛，然后再换一个新的。我现在只能拿着我的枪，随机紧急的换一个新的油灯，里面比较多的油，里面应该还有一些80几的吧，对不对？好像现在还可以跑，我们快点跑。好像这里好像是安全。哎呦，幸好我有想起来我没有火把了，我要快点回去拿。这样子，如果我明天醒来的时候，我要怎么回去我那个很危险的加油站，对不对？左边三只狼，群狼环绕，魔狼崛起，在这个很漂亮、很漂亮的圣诞节，真的好漂亮哦！这个游戏的夜景真的好美哦！我在想，这游戏如果可以装那种 EMB 的话，不知道会变什么样子，应该变得很惊人吧。跨世代的游戏之类的，虽然它的画面已经很棒了，我觉得很有它自己的味道，像是里面那个吐出来的气啊，还有那些，这真的是我的岛吗？怎么觉得越来越不像？还是我的岛是在隔壁吗？欸，我怎么不记得野兔岛长这个样子？还是我太久没回来了，晚上的时候看起来不一样。好像是野兔岛就好了，是啦，是吗？是野兔岛，看到我的陷阱了，啊，我们回来了，原来好远哦，它到底有没有变啊？有报一直跟阿森讲说它有变，我不想重新架设，避免无辜的野兔受伤，我们就先放在那里。我不知道有没有变呢、欸？有报说它会变圆形，可是就我看起来好像都长得一样，那颗月亮，大大的月亮，都是。就是一半再多一点点，一半再多一点点的感觉。我们回来了，来走走看我们的比较新的油灯。啪架啪架，这边还有那个火啊，这边没有火把，这边有坏掉的，那有那个叫什么棒啊？发焰筒。哎，把这个东西洗掉，然后看一下这个是还有0.79。可是它的油比较多，0.79加，我们其实可以把它拆掉，对不对？对，我们把它拆掉好了，拆掉它0.79加，哦，刚好，通通的油都可以，就是跑到我们的这个里面来，所以我们把它给拆掉，毕竟它已经快坏掉了。行动，拆解，看看会不会加进来喽。所以是0.79加0.1会变成0.89，应该不会有耗损吧？0.89没有耗损，太好了。好，那这样子我们已经有一个。快要填满的油，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带走？我还有发焰筒吗？这边还有一个0.5的，不想拆了。然后这边还有一点水，我们可以带一点水在身上，对不对？身上的水还有0.6，带一点。柜子里面超黑，我现在在摸黑，可是我居然可以摸得到，其实还蛮厉害的。没有发焰筒了是不是？不然就是有，只不过我不知道在哪里。不然就是我全带走了，应该是全带走了吼。两个转移，身上有7个，好多哦。嗯，我们明天再去弄点火把出来好了。好，貌似是这样子。来吃一点肉啊！哎，我们有火还来，我可以带一些 CP 值比较高的东西走了吼，对不对？吃点肉，吃一点肉，好久没吃肉了。今天圣诞节嘛，对不对？还是要该有食物的。
我根本就是开完 party 去续拖，一种续拖的概念。好吃好吃，有点口渴，不过这边还有水，可以喝一喝。对啊，我回到家续拖、欸，然后把这个狗食放在这里好了。好黑，看不到东西在哪。哦，找到了，洗掉。好，我们可以把狗食放进去。然后豹们是说那个对不对？那个能量棒很补，谷麦棒、糖果棒、能量棒就是这个对不对？一个、两个、三个。好，好像你们说的就是这样子了，也没有其他东西了吼。好，那就先这样子。我唯独只有看到能量棒，也许还有其他东西 ，CP 值感觉很高啦。可是嘛，就这样子。好的，检查一下哦，疲劳。嗯，都感觉起来差不多。好了，我们睡觉去喽。这个东西其实可以放在这里的说，看不到路，看不到路，点个灯。我呀，神秘，这边都还有水。好，我今天要从这个地方上床睡觉。晚安咯，剩下两个小时，我们睡个三个小时，睡饱一点。圣诞节嘛，对不对？Alright， 这期 episode 差不多可以到这咯，祝宝宝们有一个美好的圣诞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不要忘了在左下角你喜欢的点上找个订阅，然后你真的可以把你的评论留在下方的地方跟我进行来一点互动啊什么之类的，我会就是看到有一些有趣的回复的话，我会回复你的留言。这期差不多该到这咯，我们下一集再见咯，拜拜。我好像忘了讲 See you guys 对不对， See you guys， 拜拜。